我爸都关注了，你怎么不关注？我不是可上的。Hello， 那我们今天要过去一个 food truck festival， 然后它会有音乐，然后还有好多吃的。然后一直我爸一直在跟我讲话，我在录视频的时候，他还说他还有十瓶红酒。为什么不让我录视频？好了，我们现在要过去了。Yeah, I ate it, yeah. You eat and then you go to the festival. Yeah, I got it. And then here, let's see our car. Let's see our car. Let's see our car. You always want to see the car. You always don't see the car. Let's go. Let's go. Let's go. Hello， 好，这里有好多规矩，是，哦，你要有那个证据，就是说你多大，你不能，你十八岁以上，你要有什么才能喝酒，反正就不管了，因为他们已经跑了，他们不管这里有什么规矩，很开心你来了，你怎么那么快呀、啊？你们跟不上。这个活动就是一个番茄汁的品牌做，但是它是做手工番茄汁，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一个很特别的番茄汁，不是番茄汁，番茄酱。这里有苏林当菜，哦，这个就是正确，耶，我确实。现在要给我爸爸买一冰淇淋，因为我爸爸不想吃蛋，他说我刚好拿好位置，所以先给我爸买自己的冰淇淋，然后再去其他的。Thank you. Oké, dan ga ik halen. Dan ga je halen. Zou ik één hotdog? 这个的意思就是全部都是我们这个生的地方，就是香肠是我们生，包括我们的那个面包也是这个生，然后番茄酱也是这个生。他自己还会给你一些选择，因为他这个是那个番茄酱的那个工厂，然后他会给你选择你想要什么样的番茄酱，他有辣一点的，然后还有甜一点的。然后他那个香肠就是来自我们这里，然后他现在查那个温度是不是对的。Thank you. 没办法了，我要吃了，但没有手，所以只能找这些安静的地方先坐一下，因为那个位置太吵了。终于可以吃了，搞了半天。哇靠！首先说香肠，它口感，非常嫩，但是它本身那个肉特别有味道，然后再加上那个酱，这个是我没有吃过那么好吃的番茄酱，它还会加我们那个酸菜，太好吃了。现在就吃这个苏里南的菜，他们说是印度人去到苏里南那边，然后把这个菜做出来。其实我觉得有一点像个塔可。Is cash okay? You want it? Cash is cash okay. It broke your butter. Butter, yeah. It's okay. Super. Thank you. Okay. Thank you. Well. Listen, yeah. Super.就可以自己配一些酱啊。
所以它里面有那个鸡肉加那些自己的酱，然后都可以吃。首先呢，他要来吃深圳本地人觉得是这样子，辣辣辣，深圳本地人觉得辣，好吃辣辣的辣的，好辣好吃吗？是这样子，对啊，味道很浓，很浓就很辣。现在就希望那个相机不会掉。Nice， 哇 ，spicy， 这好辣。但他给哇 ，there's a lot of chicken。他的问题是给了太多鸡，你吃不了。它的口感就特别特别的软，你就一咬它就碎了。哇，我觉得这个完全可以买回中国了，它那个菜特别特别好吃。哎So, Bob, what did you think? I found it nice, wasn't it? Found it nice? Yeah. Nice. I like. You like? Food okay? Food okay, lah. Yeah, the food. You didn't need the food. Ice cream was the ice cream. 好了，那希望今天大家喜欢，可以看到这个 truck 火车站会，这个火车站会希望你们喜欢。然后其实我就发现在中国没有这些东西，有的话他们会坐在那些商场里面，但是商场里面的话不会有那个感觉。其实同时这个情况的话，如果今天是下雨就不太好，但是今天是超爽的。好了，大家一定要记得评论、点赞、转发、投硬币，最重要还是关注。